你知不知道我爸出来了，跑到我们家来闹来了？天天霸占着我们家抽烟喝酒，现在大明被他气得饿，单位宿舍住去了。哎呦，他闹你们那儿去了？我怎么知道他闹我们这儿来了？现在让他闹的，我跟大明都快过不下去了。我刚上的班，现在又得辞职回家看着他，我要是不看着他，指不定把我们家作成什么样呢。你说怎么办啊？ 我是听说他出来了，就怕他来纠缠，所以把手机关了。哎呦，我真没想到他没皮没脸的去找你们了。这个人，您把手机关了，您闹清闲了，我怎么办啊？我跟您说啊，大明说了，我爸要是不走，他就不回来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孩子，你怎么没有办法？ 你们夫妻俩的事儿你不解决，让我们夫妻俩担着。我跟您说，妈，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我跟大明感情不好了，我就不理你了，永远都不理你，一辈子都不理你。哎呀，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这么绝呢？行行行，你别着急，我过去跟你爸谈啊。早就该来了，气死我了。 您的茶泡好了。嗯，好。小凡，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要问你。我听说，你让我们家宝宝把他所有的银行刷卡记录都通过短信的方式提醒到你的手机上，是吗？是啊。怎么了？这样不好啊。我们家宝宝是个男人呢。 他在外面应酬，吃得有点面子的。妈，我没有不给他留面子，我只是跟他说，卡你可以随便刷，但是我需要知道你把钱刷在哪儿了。我这不也是学着勤俭持家吗？可是宝宝跟我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又拿打孩子和离家出走来威胁他，是吧？我没有。 就是他自己这么想的，你千万不要因为肚子里怀了孩子，就可以无所顾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不好。既然嫁到我们家了，日子是得好好过的。我没有这么觉得。如果你觉得我碍眼，我可以走。小凡。 妈，瞧你那样，还哭的。 行了行了，别哭了，我这不是来了吗？哎呀，行了行了，怎么了？啊，我爸天天在楼上喝酒，把家弄得乱七八糟，还让不让我过日子了？你说他进去这么些年，这些毛病怎么一点都没改呀？你说他干嘛呀？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上去找他谈谈去，我就不信了。 终于出现了，这不是被你逼的吗？那我怎么办呢？我找你总是躲着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没地方住，只好住到你儿这儿来了。我跟你都离婚了，我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啊？咱俩是离了，可是闺女还是我的，我只能上你儿这儿来啊。你怎么这么无赖啊？慧文呐，以前是我做的不好，这几年呐，我在大狱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的罪。 现在我也老了，人也出来了，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找，要不咱俩复婚吧，凑合着过。
以后啊，我一定得对你好，再也不打你了。谁愿意跟你凑合着过呀？谁愿意跟你复婚啊？你想得美！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别破坏我女儿和女婿的幸福生活，赶紧给我走，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啊！呀呵，几年不见，你这脾气见长啊你啊，还对我不客气了，你厉害不行吗？你厉害，我惹不起你，可是闺女她是我的，我上闺女这儿来是天经地义的，她就得养我，法律上规定她也得赡养我，我就住在这儿不走了，我看你们怎么办。你，我什么我呀？两个条件，一个是还让那小子去给我找工作，再就是你给我复婚，否则的话妄想。你混蛋！呵，反了你了啊！你敢骂我，我怎么的？你敢动他一手指头，你试试，试试。我不动，我不动。但是想让我走，没门！哼。那咱们走。站着。还是两个条件，你们想清楚了。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复婚。做梦吧你！走。妈，咱们现在怎么办啊？咱们啊，去找家旅馆住。啊？他身上没钱，没吃没喝的，撑不了几天。有家不住，住旅馆。闺女，实话告诉你，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无赖！谁呀？我。你怎么也不敲门就进来？这是我儿子家，我凭什么敲门呢？哎，我儿子媳妇呢？都出去。这。他们怎么出去了？这俩孩子孝顺，看我没地方住，就把这房子腾给我住了。你怎么脸皮这么厚啊？你住在人家家里头，你怎么就这么心安理得啊？这是我儿子的家，你凭什么住这儿？你儿子娶了我姑娘，这个家我就能住。你给我滚出去！滚！滚！谁滚呢？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滚出去？你赶紧给我滚，不然我对你这个老妖婆就不客气。你敢骂我？不滚是不是？好，来来来，正好陪着我喝点。来来来，你这个臭流氓！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这流氓啊，啊，我流你哪儿了？哼，就你这岁数，我跟你耍流氓，你巴不得呢你！你无耻！无耻多少钱一斤？你什么你？你少废话，懒得搭理你，赶紧给我滚！呸！哼，讨厌！老妖婆。虽然这个月我们的业绩还是小组第一，但是跟上个月比起来还是有所下滑，所以我们努力了，知道吗？喂，孩子，你妈我要死了！什么？赶快给我下来，听见没有？哎，大明，大家先去忙吧。啊，怎么坐这儿了？快起来！哎呦哎呦，儿子，怎么了这是？怎么哭了？我跟你说，这蒋欣瑶她爸爸就是一老流氓，老臭流氓啊！阿姨，您怎么了？妈，怎么着你了？今天我是想去看看你们，结果就碰到他了，他就骂我，还要打我呢。我儿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哎，石哥，石哥，你别冲动啊，有事好好说，别冲动。雷蒋欣阳，马上让你爸回去，不然我对你爸不客气，马上立刻现在。怎么了？你爸要对我妈动手，怎么了？放娘，给我跟公司请个假，我出去一趟。别着急，儿子，算了吧，咱们别惹他。妈，你别拦我，他平时欺负我也就算了，他还想动手打你，反了他了吧？哎，儿子，我跟你一块去。儿子，等等我。娘，
大女婿回来了，你还想对我妈动手啊？你别太过分了，这是我家，赶紧给我滚蛋！你再说一遍，我说你给我滚蛋！呵，反了你了啊！我就是不滚蛋，你想怎么着？怎么着？小玉对你不客气，我。呀呵，你还想打我呀你？来，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来呀，啊，打呀！你给我走！你还对我爸不客气，你给我走！妈，你让什么？躲开你！哎呀，妈，你让什么打呀？儿子，你打你！妈，你没事了吗？没事啊。凭你小子还跟我动手，你还嫩了点你小优，你敢打我妈，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谁呀？住手！住手！打不了！不要！哎呀，是不是人动手打人？别碰我！他先动的手，我这是自卫。你要是再敢动手，我就报警了。警察我也不怕，警察来了也得先抓他，可大老战呢。这小子没规矩，我替你们管着管着他。行了你。张师娘，你今儿要不把他赶走，我就跟你离婚。我可以受你的气，可以受你们家的气，可不能让我妈跟着俺俩受气，听明白没有？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哎呀，老大明，对不起，对不起，妈，你能不能走啊？你少拿离婚吓唬你。金瑶，别怕他，离了婚呢，就你这条件，再找个好的，比他有本事的多的是。快点！那怎么了？走吧！不服啊？啊！别碰我！走开！都滚！行。你放心，你放心，我这就出门，我有招。先不跟你说了，拜拜。喂。啊！出车祸了！哎呦，怎么弄的呀？哪家医院？好，我马上过去。怎么了？老婆。啊。杰子出车祸了。呀。这孩子，你说爸妈都在国外，一个人怎么办呀？哎呀。我得马上过去一趟。那我跟你一块去医院吧，我去换换衣服。哎呀，你就别折腾了，你这还大着肚子呢，你去什么医院？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到处都是细菌，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还是少去。那也是啊，要不你给他买点好吃的吧，我楼下有我刚买的那兜吃的，你给他带回去。放心，一切我全都会安排。他爸妈最早明天早上才能回来，估计今天晚上我得陪夜。那你尽量早点回来吧。好，他睡了我就回来。医院里不卫生，病床不许坐。行，不跟你说了，我得赶过去啊。他睡了我就回来。嗯，快点回来。哎呦，大明，你疼吗？啊，还疼吗？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我儿子没事儿好，要有事儿我非得跟他拼了。少说两句吧，你要不上他那告状去，他也不至于跑去动手啊。我不去能行吗？这事儿怎么解决？妈，我给他擦吧。行哈，不用你了啊，不用你了，少给添乱就行。爸妈，大明，我真的没想到我爸能来，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对我，会这么对你们，真的对不起。静静伯，这样下去不行啊。蒋先生是吧？这不是整个一无赖吗？就是无赖。按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们不好说什么，可是你看这，我跟你说啊，你们家的事儿你们自己去解决，捎上我们家干什么？真没意思。是我们不对，我想想办法啊。你们容我几天，容我几天好吗？大明，他疼吗？能疼吗？我啊！你小子够损的啊！为了出来玩，把自己兄弟都牺牲了。兄弟不就是用来出卖的？没有，我开玩笑。喂，你是我兄弟，替我挨一刀怎么了？
下次你老婆要是管得严，我也替你背黑锅。你说我出车祸，行不行？我老婆没你老婆管得严。哎呀，别提这个。哎，你过来去，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会儿呢，你借我2000块钱。不是你请客吗？是我请客。现在我的银行卡和我老婆的手机是绑定的，我一刷卡，她立马就收到短信，那不就知道我在这玩了？你先借我现金，明天中午我再还给你。到时候他再问起来，我就说请你吃饭了。大中午的，他总不见得再怀疑我了吧？你小子把心思都用在这儿了，我这叫在斗争中成长。来来来，为大鸭梨的成长，干一杯！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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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大明，啊，那个北光的合同你做好了吗？哎呦，你看我这脑袋！那什么，你给我2个小时，马上弄啊。你要相信我的话，那我帮你一起做吧。麻烦你了啊，回头我跟总监说，咱俩一起弄吧。行，那我现在帮你弄。好，谢谢啊。方便问一下，这是和谁打架了？没事儿，磕的。你跟我出来一下吧。嗯。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师哥，昨天你妈妈来公司找你，我跟总监说了，说你去跑业务了。到了晚上，你一直都没回宿舍，我打你手机又不接。我现在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到底怎么了？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又得被徐总骂一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能跟我说一说吗？没事，真没事。师哥，要是有什么事情的话，你可得说出来，憋在心里，那是会憋出病的。你讲出来呢，大家帮你想一想办法，就算没有办法解决，也总比你憋在心里要好受得多。小心妖他爸，他爸来我家了。哟，亲家母，出门啊？家里头多了俩人吃饭，我不得买菜去？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您歇着吧。哎。不行，再这么下去啊，新瑶就会因为蒋勇把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全得罪光了。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喂，找谁啊？这家主人不在。就找你。是新瑶妈呀！现在我、蒋新瑶、蒋新瑶他妈，都住在我爸我妈那儿。蒋新瑶他爸一个人占着我那房子，混的差点跟我妈动手。什么事儿啊你？我估计再这样下去，我们这日子算是没法过了。其实我挺同情蒋新瑶的，可是我一想到他瞒着我有这么一个，我这心里就来气。在这件事情上，嫂子她也是受害者，你可不能因为这个件事情就跟嫂子发生什么矛盾。咱们呢都是幸福家庭出来的孩子，是不能体会到她那种痛苦的。你想啊，谁会愿意把自己家的丑事让别人知道看笑话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两个家庭环境不一样，蒋新瑶她肯定不敢告诉我。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好说，可是他爸再这样闹下去，我怎么跟我爸我妈交代？他和蒋新瑶的妈妈离婚很久了吗？那现在这套房子是在你的名下吗？啊。那照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按道理讲，他没有资格居住这套房子的。他爸现在打着我娶了蒋新瑶，
就得养活他的旗号，在我们家肆无忌惮。这样，我呢去咨询一下我爸爸，毕竟法律这件事情不是他说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咨询一下伯父。我问一下我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处理。那太谢谢你了。所以我说师哥，你遇见事情先别着急也别上火，尤其是在工作这方面的事情，你千万不能出了错，让领导对你有意见，那样可就不好了。我这个周末呢就回家去咨询一下我爸，让我爸一定选一个好的办法，妥当的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你要是能帮我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你可算是帮了我大忙，说是我的救命恩人都不为过，我得谢谢你一辈子。谢什么一辈子啊，我要你一辈子干嘛呀？难不成你还像那个古代人那样以身相许啊？你可都有嫂子了。嗨，我不是那个意思，以后你就别把我当外人，把我当你们家佣人使唤，我绝没二话。那这可是你说的啊？没问题。行。哎，天天来了，走吧。行。好。心锁在老弟了。记得啊，一会儿啊，千万要想好说辞，就说要用我车，然后我就出来了。好，拜拜。跟谁说话呢？鬼鬼祟祟的。没有，他们又找我出去玩，我就给推了。哎呦，西边出来绿太阳了。这话说的，哎，那个，没事吧？又吐了，要不要紧？你心里还会有我呀？我是你老公嘛，我不疼你谁疼你啊？喂。知道了，老婆。嗯。大国说他七大爷。我听见了。哎，大国他爸爸家兄弟几个呀？七大爷，那他爸行几啊？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死人这种事情，应该不会骗人吧？他问我要车，你说这。要车？你那车能装几个人啊？再说你那车能当丧车吗？多一辆是一辆嘛，怎么说也是好兄弟，他既然开着口了，你说我要是不去，我这心……行，你去吧，我不管你，我也管不了你，你接着吐去。你没事吧？我没脑子是被门挤了还是怎么的了？你七大爷死了，亏你想得出来你。哎，不用，没事了，没事了，哄过去了。行了，我一会儿过去。老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一趟，他那儿比较急。好。好吧。啊，你自己当心啊。李欣，你个骗子！看我抓你去！底细吗？真的要去啊？嗯，那你知道他在哪家店吗？找到他车，也就找到他人了。你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女儿？复婚？复婚？不可能！那咱就耗着吧，反正这房子又宽敞又舒服，我还真住上瘾了。哎。
你怎么这么没皮没脸啊？请问你到底怎样才能放过我的女儿？放过？当初我求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再给我一次机会啊？你别忘了你是蹲过监狱的人，我怎么给你机会啊？那你就让那小子继续给我找工作。你这么大岁数，又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还蹲过监狱，你就是干苦力也没人要你。要不这样，你让那小子拿钱，给我开个饭馆。开饭馆？那得多少钱呀？那我不管，反正这是我最后的让步。你是那个开饭馆的人吗？整天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那我总得生活吧，现在不是明摆着吗？你跟那丫头谁都不管我了，那个小兔崽子我更指望不上。那我不能在这坐着饿死吧？千刀万剐，我死有余辜，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啊，你忘了在医院里怎么说的了吗？那是最后一次。七大爷，七大爷，你是拿我当弱智，还是拿你自己当弱智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弱智，我弱智，一定是我弱智。机会只有一次，你错过了也没有珍惜。明天你自己跟爸妈解释。不不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小凡小凡，我给你发誓。你还敢发誓？哎，别碰！太沉了，你别，小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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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跪下。你起来！我不起来，我给你跪下了。小凡，我说心里话啊，我玩玩乐乐十几年了，你要我突然之间改掉这个习惯，确实有点难，对吧？那戒毒还要有个过程的，但是我是真心的，我想去努力改变的。真的，就外边那些女孩，那都是浮云。你是我老婆，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咱们俩是有证的呀，对吧？我发誓，我一定努力改掉贪玩的习惯。改明儿我让我爸给我安排一工作，我好好上班，我努力赚钱，咱们俩踏踏实实过日子，这多好啊！啊，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啊？人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连黄金都不要了。你就原谅我吧。我如果真的想跟你闹的话，爸妈早就知道了。我要真的想跟你分手，我会选择默默的离开，我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我以前说过，我说过不管你发生什么破事儿，因为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以不计较。可是你今天，你让我怎么装作我没看到？我不知道我怎么说服自己原谅你。第几次了？第二次了吧？啊，对。事不过三，你要是再有第三次的话，后果很严重。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第三次，绝对不会有，绝对不会有。行了吗？行了行了，那别置气了。哎呀，我给你跪着跪着，赶紧洗洗睡吧，好吗？你让我不痛快了，你得赔偿我。怎么赔偿啊？陪我去旅游。去哪儿啊？全世界走一圈。那你这计划有点大，我觉得。没问题，我答应你。但是老婆，你是不是你说你现在怀着孕呢？你出去全世界转一圈，那不得坐飞机人挤人的，对不对？万一你说遇上个气流，遇上个颠簸什么的，那肚子哇，那怎么办呀？你真讨厌，你就知道我一逗就乐，你就逗我，你就耍贫嘴。行，我答应你，等咱孩子生下来，咱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周游世界。那你记住了，你欠我的。我欠你，欠我绕着世界走一圈，转好几圈都没问题。
那李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说吧。不，我没得商量。你以后别用卡了，我给你现金吧。那哪行？放心，管够，管够你加油的，也管够你请朋友吃吃喝喝的。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不行。好，行行行行。我是真。让我们家出钱给他开小饭馆。千金母，要是我们知道新瑶还有这么一个父亲，我们可能真会重新考虑这门婚事。就是。当然了，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那咱就不扯以前的旧账了。这笔钱确实不应该我们家出。我知道，我今天这厚着脸皮跟你们借钱，确实是不合适。孩子们结婚，家里装修，我的家底儿都掏空了。您这话的意思是？哦，没别的意思，这是我的实际情况。那咱们就得说道说道了。这买房子，我们家出的可是大头，你们家掏空了，我们家也掏空了。再说，我们凭什么给他拿钱开饭馆？我们没有这个钱。说这就没意思了啊，千金木，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的道理啊。这件事儿，大明说白了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想啊，您跟您那位离婚多少年了？这大明跟新瑶结婚，这才多长时间呢？对吧？我们没有出这个钱的道理啊！对，道理我懂，我明白。可是呢，爸妈，知道不该张这个嘴，但是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他走，把房子要回来。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你怎么不自己拿钱给你爸爸呀？我才工作了一个月，我又辞职了，我哪来的钱啊？这钱就当我问您借的，行吗？早干什么去了？行，我那钱还留着攒钱买车呢。大明，什么事儿要紧啊？这不是非常时期吗？你真想跟我离婚啊？我没想跟你离婚，我那不是气话吗？还不是被你爸给气的。对，大明，发生这件事了，妈心里比谁都难受。我真没想到，新瑶他爸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可眼下最要紧的是咱们得让他走，可是这无赖又提出这么不合理的要求，你说怎么办？要不这样，亲家母亲家，我先给你们借点钱啊，等他走了咱再慢慢算这个钱，行不行？啊，秘书长，我们是先去酒店还是先去彤彤家？先去彤彤家。那要不要先给彤彤打一个电话？不用，正好突击检查她一下。啊，好。老婆，嗯，我饿了，咱们做点吃的吧。饿了？上午什么活都不干，你还饿了？我今儿胃有点不太舒服，要不煮点粥？哼，你倒挺好养。喝什么粥啊？什么粥都行，快点吧。你等我把衣服晾完的，咱就白米粥吧，行吗？行。妈。阿姨。妈，你等你喝完粥，到楼下来找我。你干嘛呢你？我怎么了？我妈来了，你就不知道让她进来吗？我怎么知道你妈突然会来，就转身又走了呢？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你？哎，老婆，那个粥，粥什么粥啊？自己熬，都一锅粥了哟。妈，你没给人家煮完粥就下来了？他自己可以煮啊。你什么时候找他回来的？嗯，你就这么养他一辈子，像伺候大爷一样伺候他？没有啊。老家已经风言风语的，知道你要结婚了。
有人想喝喜酒，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搞得我多尴尬呀。那文浩钱攒得怎么样了？妈，您别老是催我呀。我跟你说啊，半年之内他钱攒不够，你们干脆给我离婚。我怎么跟老家人说你找了一个蹭吃蹭喝的人？房子买不起，婚礼也办不起，我这脸往哪儿搁？妈，您能不能在乎您面子的同时也考虑考虑您女儿的感受呢？文浩不是蹭吃蹭喝，人家是摄影师，不挣钱的摄影师，不是蹭吃蹭喝是什么呀？哎，你现在不是还在养着他吗？你不要为他找理由好不好？我怎么就为他找理由了呢？那您要管他要10万块钱不过分吗？用钱来衡量人，您觉得合适吗？你以为我要那10万块钱干什么呀？一是我考验考验他到底有没有本事，二呢，他攒足了10万块钱，你们就可以租个房。你不是要开什么工作室吗？攒好了钱，把工作室开起来，你以为妈会反对你们呢？你别以为你妈那么势利，你妈都是为你好。妈，丫头啊，我真是死活也看不上这个文浩，可你偏就喜欢。你喜欢，妈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愿别后悔。他将来有出息也好，你伺候他一辈子，这都是你愿意的事儿。我跟你爸为什么离婚，就是妈太强了，你爸心里有落差，最后就离婚了。你真要是愿意养着他伺候他，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可是以后后悔了，你别来跟我说，这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阿姨，是我以前的事儿来的吧？公司很多人都在议论我没办婚礼的事儿，我妈是真急了。我已经让我哥们儿开始帮我找活了。不过这事儿你也清楚，得看运气。其实我倒是有一笔钱存在我妈那儿，本来想拿出来给你开工作室的。千万别跟你妈要钱，你妈现在已经对我意见很大了。啊，我要是再拿你的钱去开工作室，这不火上浇油吗？那我也着急呀。急有啥用啊？我会努力的。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屋躺着了。哎，大明。啊。哟。那雪都打了。自由出问题，还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还不是家里的事儿吗？岳父非要给他开个饭馆，他才肯走。我这本来想买个车呢，好不容易把钱攒够了，这下又泡汤了。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就先把工作交给我，到时候呢，我给你个好的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总之能帮你解决问题，那我先谢谢你了。这段时间我也无暇顾及工作，工作上的事你就多帮忙了。好，那我先给关总送个文件，一会儿过来找你。谢谢，走了。嗯，拜拜。喂。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脑袋，我这工作忙忘了，千万别给我记个什么不良记录好吗？要不我以后就没法贷款了。你看，不是，我就延误一天，好吧？那谢了啊，经理，谢谢。不行，非得跟那老东西说清楚不行。